哪个？你就说说哪个？盛思林被拍了上头条的事儿。不是，还不是，记者都拍到了。没有，还没有。要没我去解救你们，你能被他们生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不提举办婚礼的事儿，这事儿到现在都没完。 还不愿意？我也没说不愿意啊。那准备婚礼？嗯，我去看看酒店。 这事儿完全是盛思林自作多情，和宋瑶没关系，你别怪他。这还用你说？那你为什么要提婚礼？你和他不就是做做戏吗？事已至此，董事局那帮老头子本就虎视眈眈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他们肯定想就此大做文章。我必须先堵住那帮媒体的口。你觉得除了婚礼还有什么比这更合理的解释吗？哦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这件事。 梁静怡肯定脱不了干系，让宋凌渊去敲打敲打他。欢迎光临，金先生、宋小姐。金先生，您在这先稍坐一下，宋小姐您跟我来吧。好，季先生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这边请。这里。宋小姐。 请您深吸一口气，苏小姐还得麻烦您再深吸一口气啊！我去，大户人家确实不一样，结个婚丢半条命啊！自作孽，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呀？姐姐们，能不能帮我稍微松点？早饭都要吐出来了啊！苏小姐，那么。 算了，我还是脱了吧。等一下，这样就看不见了。嗯，眼睛，我说过会帮你挡的。